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，做一个自动播放视频的，不是自看电视直播的一个软件，这个是不是用语言写的？然后我们把它编译出来，然后，大家想下载的话可以下载一下，好，我把它编译出来先，直接放桌面吧。行，现在。直接放桌面吧，行，先把它编译出来，然后，给大家说一下怎样使用。好久没有发视频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好，现在已经把它放在桌面了，然后，放在其他文件夹还是可以的，比如可以放在其他的文件夹，我找一个文件夹。哪里都可以放在，都可以放这个，比如放这里也是可以的，放其他文件夹。打开之后，它会自动生成一些目录，一些它的运行库，对，像那个播放器啊，还有解码之类的这些东西。然后打开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里面是它的直播的地址，然后我把它给那个清空一下。这个很简单，然后那个把它，这个，就是它前面是它的那个顺序怎样排列的，然后从大到小中间的一个空格，然后输入名字、逗号，然后播放地址，这播放地址是怎么弄呢？这样演示一下，比如说是 CCTV1，对吧？然后它的播放地址，我们找一个播放地址，打开了吗？找一个播放地址，比如说是CCTV1。刷新一下，我这边网有点慢，再找一找吧，我有很多的，我记得随便找一个这种。好，它播放时候在这边下载一个猫抓，新手的话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抓到它的播放地址，然后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就是它的流媒体地址。好，然后 CCTV，行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比如说 CCTV2也是一样的，或者说，做一个什么东西，把没用，我先删除一下，重新演示一下吧，这个。先删除一下，然后我重新演示一下。好，把它删除一下。CCTV1我刚刚放上去就不删除了。然后我们的二，然后是 CCTV，然后二，逗号，然后是它的这个流媒体地址，然后找一下 CCTV2。网太慢了，我今天网直接特别特别慢，不知道咋回事。好，付一播部放的分，时候这边还有的呢是免费的，就是各种。也会有一个，对吧？它的流媒体地址，把它复制下来，然后再粘贴，然后CCTV3，然后。对，比如说 CCTV3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流媒体地址，我找一下。对，这个地方的话会需要有一个空格的，我这边没有忘记打了。对，然后 CCTV3 找一下。可以一次把他们这些找到之后就可以了。我这边
找我已经找了一份，一会儿的话我会把这一份放在视频的下方，然后直接可以复制，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的。我找的那一份在哪呢？啊，对，这个，我已经找到了这些，这些地址大家一会儿可以去复制它们。就是我那会儿找的，一会儿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。对，CCTV 三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播放。我这边找一找这种电视直播的这种网站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边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晚上网特别慢。啊 ，CCTV 三没有，我看。哦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有一个网站和长期照护保险，还有他自己自付的那一部分，他有这个退。我知道这个，我记得有一个网站可以抓的，我看一下，叫什么？应该是这个吧。对，这家的播放速度是特别快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网站出问题了吗？哎，对，这个网站应该是出问题了，这网站不行了。嗯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居然都打不开了。哎，哦，不是，哎，这个网站坏掉了，然后再找一个。找一个速度快一点的吧。慢慢找，找一个速度快一点的。其实我那边都是找好了的，大家可以直接一会儿复制我下面那个，然后，好，观看直播，好，这是 CCTV 三的。它播放的时候这边就可以抓到了，大家在里面可以下载一个猫抓，这个啊网速特别慢，但是没关系，对，就是这个流媒体地址，我们把它找到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速度。这种美丽街行。然后把它放进去保存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对，然后打开，再打开一次软件。错误，我又该没有问题啊。CCTV 一，怎么回事？行，打开了。除了高三和初三年级，中小学其他年级从四月十三号起将在线上可以看直播的。然后我看一下 CCTV 二，CCTV 二这个特别慢，这个一会儿需要处理一下。好 ，CCTV 一的话速度特别快的，然后把内容区分成最适合线上。其次，它这个不是特别特别那个什么，不是特别，怎么说呢？它这个不是特别清晰，然后可以找一个清晰一点的这种，对，找一个清晰一点的，然后 T 三，然后这样保存一下。来 CCTV 一快很多。哦 ，CCTV 二我好像哪里弄错了，应该是。看一下。
我这里多打了一个空格，然后大家在输入的时候把这个切换成英文，我刚刚就弄错了，把它切换成英文，然后再试一次呢。CCTV 一 ，CCTV 二，对。哎，我们在这边的话，这边的话可以再给它点一个空格，然后再保存。哦。看一下 CCTV 一。嗯。哦，我居然关不掉了。CCTV 二，然后 CCTV 三，这又多一个空格，行，播放。入境确诊病例二十一 ，CCTV 二有生命 ，CCTV 三。第三个这个是特别慢的，这个之前试过。这个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已经有多年，然后像这个不清晰的话，可以找一个清晰一点的网站，然后抓包把它的放上去，可以看电视直播。然后我再试一下其他的快一点的。那 CCTV 三已经有了，那就不用管了 ，CCTV 四吧。哦，对，我忘了，这一个太卡了，这个太卡了，这用不了，再找一找，找一找。找一找快一点的。啊 ，CCTV 少儿也太慢了，不知道是我这边网太慢了，还是怎么回事。这边网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。然后这个地方要修改一下的，看一下。嗯，源码我一会儿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。然后一会儿的话，那啥，基本我觉得不错了，没有啥问题。最大。放在视频下方。啊，不行啊！央视网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看一下，试一下，太慢了呀，这样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CCTV 四，行，这个应该是挺清楚的，挺清晰的。嗯，对，如果不清晰的就是解码的问题了。再输。对，前面的话先把序号给它输上，这样的话它区分的时候也方便。嗯，没有关系的。然后那个 CCTV 四，还有它的流媒体地址，然后是三，嗯，对，这个是四，行，然后。保存，看一下。哦，我就给。
输错了，怎么回事呀？ CCTV 4就可以了，然后 CCTV 四的，然后逗号，然后这个逗号就是分割，它这个就是像这个地方，我先那个啥，这个逗号就是分啊，就是它分割它这一个，我们试一下 CCTV 四，这个地方太满了，还是这个快。武汉返沪后，这个也挺快。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有点慢，这个也特别慢，大家可以找找会更安心一点，整个找一找我们照顾难题。那我们知道行，然后我看一下怎样找一个快一点的，好去往一些是特别特别快的，但是他最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用不了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 ，CCTV 五，看一下这家的速度呢，这家速度应该还可以吧？我要重启一下路由器，我这边太卡了，我这边。线路试一下，没反应呢，它这个太卡了。啊，这也太卡了呀！找一个比较快的。哎，大家还是用好去网吧，好去网的话特别快，是特别清晰的。然后抓包的话找好去网的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放在一个文件夹，因为它要生成很多 DLL， 然后把这个，然后它会生成这几个，一个解码和播放的，然后还会一个这个生成一个这个文件，到时候的话大家可以去把它放在一个文件夹，然后这个地方发送到桌面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这样的话方便很多。对，功能会差很多，播放速度是特别快的，安全清洁这个高效率，播放的速度它取决于你的那个怎么说呢，它取决于你的这个播放地址的这个速度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动力，它可以有个缓存的。对，比如说是现在我们这边现在是直播，对吧，现在是直播，然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程助力中国绿色，它可以把刚刚的那个发展创造人类，就是刚刚暂停的那一部分，你暂停了它可以把这些缓存下来。对，会就当前疫情防控的热点问题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，不错，我们梳理出了几大要点，然后一会儿的话我把它再改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源码和这个分享到这个视频下方。其实也很简单，这个我想了一下，我直接把它加进去好了。我试着我把刚刚的那个全部加进去，我刚刚改过的那个地方全部加进去吧。
这样的话，那个也方便，也不要最后也不用改了。嗯。哦，对，这个也是一个直播的，那个什么，试一下看这一家的速度怎么样。试一下这一家直播的速度怎么样呢？打开的速度就很它早就那个啥了，早就不行了。我看一下还有哪一家，这一家呢，这些都是开始的时候都是他直播那个速度特别快的一些。现在其实我们今天四月八号这一天回顾一月二十三号的时候，你觉得远吗？不远，就感觉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从这里面这其实现在才开始直播，谷歌，算了吧，这家也他妈算了，我把当时我那个搜集到的一些，然后我现在改一下，就这个当时我抓包花了好长时间，但是都是好去网抓的，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地址能不能用。不知道他能不能用啊，然后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随便找一个试一下。科教如果可以用的话，我把它直接放在下面，然后大家可以改一下。改的话就是直接把这个中间，把这个 M3U8 这个，把流媒体的地址给它改过来就可以了。剩下这些东西都没有用，这也是我当时做了一个网页在上面放的那个。行，对，我刚复制了一个，再试一下，试一下看这个能不能用。刚刚把它解压到软件在这里，找一下刚刚那个软件，这里，再输一个。测试，试一下这个能不能用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。我还输错了，我怎么回事？我这键盘，不知道这键盘怎么回事。随便改一下，试一下。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明明是可以的呀。不行。对，我没有把地址那啥。我把这个。是没有输错，我把它改一下，太大了这个。这也不行啊。五号吧，这样试一下，看一下我哪里输错了。
我没有说错，但这个就是用不了啊。这我没有输错，但是就用不了，大家完了自己抓包吧。可能是我这些全部都出问题了，没有输错，检查了没有错，完全没错。中间这个空格我给删一下，这空格没用，这空格没用，我删掉。行，然后我保存一下进去，还是不行。啊，这个保存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还是去抓包吧，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反正它就是不行。对，反正不要它就行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去像我这样去抓包，没错，直接抓包的话更方便一点。我现在到 CCTV 四，然后现在我们抓 CCTV 五。哦，太慢了。刚刚那个网站还挺快的，但是我忘记了那个网站在哪里。啊，些许吗？太慢了呀。CCTV 五，线路只有一个。啊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就是那个，只是找的这一个。行，那就用这个先将就着吧。反正就这么多了。我这个网真的很慢，我不知道出了什么原因。现在我上传一下，我给它打包上传一下。行。